先减肥嘛，这对你的健康也有帮助哦。你为什么要修这个会计法九十九条？你到底减肥了没？谢谢蔡总统，要求你减肥，你减肥了没？你先减肥嘛，这对你的健康也有帮助哦，对大家也好啊。你为什么要导致朝野因为你提的案子在财政委员会审理，造成这样子的意外，这样子的困扰？你回去减肥好不好？回去减肥好不好？